大家好，我是 Angry Joy Man 的先生。我们今天在这边的 Acer 的摊位上面看到这台是1330的一个手机。这个手机采用的是一个 1GHz 的这个处理器，然后有一个512MB 的 SSD RAM， 然后有1G 的 ROM 在这边。它采用的，我们很明显就可以看到是一个安卓 4.0 的 Ice Cream Sandwich 的一个系统，但是它上面呢还是有四个按钮，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是比较特别的地方，还是有这四个按钮的。如果我们点这边，还是可以看到这个选单的按键。我看一下系统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是采用安卓 4.0.4， 它基本上支管这个 3G， 然后到然后 HSDPA 也是有的。屏幕是3.7寸，800×480的那个解析度，然后后面是一个500万像素的镜头。然后下面可以看到有一个有点线阻挡了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有一个补光灯在这边。然后它这边的说法是支援那个 Micro SD 的一个记忆卡，然后还有 NFC。从规格来说，我们可以看得出它应该是一个中低阶的手机啊。我们拉上手的手感也是不错的，特别是它后面那个塑造的位置有做这个木面的设计，让它的手感摸起来挺舒服，然后有一点弧形的收边，然后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左手边就是开关键，右边就是音量键，然后上面就是充电器，然后上面就是3.5mm 的耳机孔这样子。基本上就是一个很基本的Acer手机。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推出这样子，然后这就是我们在这边看到1330。